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教早，兄弟姊妹，大家嘛教早。让我们做个三甲来看《以弗所书》第六章第十一节。要爱谦卑上帝所赏赐全副军装，就会当抵挡魔鬼的诡计。记得我读过一个故事，安尼咧讲，在一个大雪的冬天，有一个怕冷的人，在森林内面发现到一只大熊，伊就举起就枪。瞄准着大熊要甲大时阵，突然间，这只熊对伊讲话，伊讲：“咱来参详一下好无？为什么就一定爱开枪呢？”这个拍蜡的人惊一跳，讲：“哇！这只熊哪会讲话？”所以就讲安尼，你要讲什么物件？伊讲：“你先来要拍我，因为这个拍蜡的人就讲，因为我想要一件温暖的这个熊皮大衣啊，来抵挡着这个。”冬天啊，安尼敢袂使哩？这个大只熊讲，当然嘛是会使哩。唔过，你嘛爱问我有啥物要求啊？要死之前，你嘛好我食，你嘛着爱好我会当讲出着我所要爱物件。所以讲，你要爱啥物？这只熊就甲讲，我无大要求，人要死之前，就干那食一顿饱就好，安尼就好无？无咱来谈条件。对着安尼，这只熊甲这个怕辣的人，两个都坐落来。在那个所在谈论、辩论，最后达成着决议。无偌久了后，这只熊就家己离开。伊满足了伊的要求，就是伊的腹肚食饱。这个怕辣的人呢，伊嘛得到伊要所爱，因为伊就穿着这领温暖的熊的大衣。兄弟姊妹，这只熊将怕辣的人给吃落去啊！伊食落去了后，伊个腹肚就饱。这个怕辣的人，因为伫熊个腹肚底，就那个伊穿着熊个衫，安尼两个人那个拢达到因所欲爱。遐滴怎话？魔鬼有真济时阵就参像安尼，那个是跟那个唔是，那个咱有达到目的。跟那个迄个目的，唔是真正咱背后想要爱，这就是甲魔鬼谈判的下场。所以圣经内面甲咱讲，都爱穿戴上帝所赏赐全副的军装，就一旦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每一日提醒家己，穿起军装来吧，阿头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恳求你帮助阮有一个敬畏的灵。因为你的话讲敬畏以后花是智慧的开端。主你家，我恳求你每一日提醒我家己，穿上你所赏赐迄个全副的军装，互阮伫言行举止的中间，拢会当抵挡魔鬼的引诱，帮助着阮坚信伫你的内面，也恳求你来保护。但愿将教会的兄弟仰望伫你家己圣手的中间，愿上帝你家己继续来引导带领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。阿门！前两下这关上帝十分祝福你，家里的一家。